没有？好，那再来看这张。这张画的是哪边？台南。台南对不对？那它里面画什么东西？好多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到很多动物？那是什么动物？狗。狗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这张在画台南的狗，它叫做毛小孩，有没有？这张他画的也是台南。那你们在这张地图上面有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到那里很多的桥。对，很多桥，对不对？接驳是什么？接驳就是你的那个道路啊，或者是边界围出来的区域，就有点像接驳。在我们的，比如说像你们都住台北市吗？啊，大台北，台北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道路里面其实都是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就是接驳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层梯田上面种植的就是农作物呢，也都不一样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下面种的这个是什么？稻米。然后再往上一层呢？蔬菜。再往上一层还是蔬菜。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，往上一层的话，大多会是种一些蔬菜、杂粮的作物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，刚刚两组都挑了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猫，一个是蝴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你们的主题，哈、哦。你也可以想象你在记录蝴蝶，哈、哦。你这边看到了蝴蝶，有什么在哪边？它住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吃东西的地方在哪里？好不好？你要跟我们说你的主题是什么，然后你画的东西跟你的主题有什么关系？有一只招财猫在这边，你的猫是躲在这边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一个猫在那个洛神花里面睡觉、啊，这边是蝴蝶喜欢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然后蝴蝶是在这里喝水。蝴蝶会在那喝水，对不对？土地公庙，然后树、荷叶，然后那个什么？水车。对、啊，然后树、蝴蝶，然后还有桥什么的。这个是猫会走的，对不对？猫的脚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食物。这是猫的食物，是不是？你的主题是什么？我的主题是蝴蝶，或者蝴蝶吃东西的地方，或者喝水的地方。你画的主题是什么？猫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上面画了哪些跟猫咪有关的东西？猫咪吃的东西。猫咪会吃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来，比如说。这个是不是？猫咪会吃鱼，对不对？你画的是猫咪，对不对？那你画了哪些是跟猫咪有关的？这个对不对？这只猫咪会在这边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你说猫咪会走到这边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跟大家说，你画的主题是什么？猫咪。你是画猫咪，对不对？那你上面画了哪些跟猫咪有关的？在这边抓老鼠。猫咪在这边抓老鼠，是不是？这一大圈是那个蝴蝶。蝴蝶是不是？你的主题是蝴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刚刚就是把觉得跟猫有关、跟蝴蝶有关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记下来。我们就是想象说，如果你是猫的话，你会在哪边做什么事情？你是蝴蝶的话，你会在哪边做什么事情？或者是说你在哪边观察到猫咪，或者哪边观察到蝴蝶？我们把它记下来。好，好。转弯过来。
们等一下要粘的时候用白胶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白胶会弄在这个盘子上面。这边还有啊，这边还有比较大小，我们的东西都共用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什么颜色都可以。都还没做。什么？做它了。为什么我做很多？那你肯定要干嘛？那你的三个可以混在一起。然后有一些接近。然后就是因为我这个是，因为以前丁章路是铁路，所以我就把它名字叫那个铁路游车男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台车，然后脚踏车上上下下，然后很多人感觉很忙碌，所以我就帮这张地图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繁忙地图。这里是猫饲料。猫饲料。这里有五只猫。五只猫分别在什么地方？还有一只。那为什么是取这个图名？因为有很多房子都有数字。你说房子的上面有数字是不是？嗯、那你有看到哪些数字在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。为什么叫数数数地图？因为有很多数啊。Okay. 啊，里面有狗，有树屋，有道路，有河水。我这个地图的名字是大树图，因为这里很多大树，我也不知道取什么名字，所以就取这名字。你的图名是什么？我这张图叫做什么？叫做 Hello 大树地图，因为这边有很多树，有12棵。这是我的忍者地图。关于客家公园，把它变成一个堡垒。这里是银桥国中，然后这里是文化中心，然后这里有戏棚，然后这是生活馆，然后这里有土地公庙，然后这里是静置亭。我的主题是没有美食的美食地图，我用食物来表示那个叫什么坐标。